3分17秒，勉勉强强啫。 叫徐家宝，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卧底，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因为实在是太累了。哦，果然是按摩床比河床舒服。哦哦哦哦哦，那家中吧。啊，又家中？喂，他又家中了。你变态了是？赶紧报警。 我出去拿油，快点回来呀！哇哇哇！哦哦哦！啊，爽啊！大力点啊！好爽啊！ 36次，聚众赌博52次，枪支丢了18支。要是他能当卧底，我给你舔鞋底。海磊。 的确唔适合做卧底。喺你走之前，有样嘢要交俾你。你睇咗之后，自己嘅路自己拣。我本嚟以为你可以成为同佢一样嘅人，佢俾人出卖，但佢一个字都冇讲。 将这个石头气吞咗落肚。一个系你爸爸临死之前最后一段录音嚟嘅。小宝，爸爸为了保护更多的人，没想到却失去了保护你长大的机会。看来没时间当面向你道歉了。 希望你有一天能够原谅爸爸。